学姐跟杨宝珍认识是大局为重，然后被市民从上到下通缉，结果叫全场爆红嘛。然后因为沈宏志也讲到说，那个街头就很发生，你会担心说接下来可能会对，就是可能会对他们造成误解，就是有一种政治方面的。那其实哦，台湾有很多事要做，像我们每天现在早上开会就要讨论说，我们那个市政府的那个效率要提升，要做监督管理的。我一直在讲说，其实每天哦做事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有需要劳动行政院长去回应一个地方议员，还不是正式议员，地方议员候选人的讲话，这太奇怪了吧？这不合比例原则了。哦，这还是那样平常心哦。他做该做的事，而且国家希望也在较正常的，那叫反而国家正常。